我怎么看说，就刚好昨天这个傅昆萁也说要来选总召吧，那还有这个赖志宝委员也是，那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想在此时很艰难的时候，愿意挺身而出啊，为党来做承担呢、我想立法院是一个战场，这是要看成是良性的竞争，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。那竞争嘛，就是说大家愿意出来为党做出承担的这个承诺，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。对，那您有比较支持谁某属意的对象？大家都有交情了，但是因为我是不分区的，所以我们会听从党是否有一致的决定，那看党中央这边有没有态度，那现在还没有接收到任何信息。